就像我一样，我在国家队都是阿迪赞助，我穿上耐克鞋能行吗？对吧？但是林丹这个孙子他就可以啊，因为什么？你不让我打，你不让我拿尤尼克斯，我打不了啊，我拿李宁，我打不了啊，你慢慢自己打去吧，我打不了，我全打输啊，那你我恨死他了。但是我靠，旁边这俩人，那俩男的打的什么什么这个那个，他打不过李宗伟啊，赢不了球啊，赢不对吧？他拿不了冠军，他赢不了对面的那些什么马来西亚人、韩国人、丹麦人，他赢不了，他们怕丢了这个奥运冠军啊。所以林丹，你妈你拿什么？你得多少钱我都忍了，对吧？我那恨死你了！我表面上你得了冠军，我也在场边，每次他都在场边，来你上去拥抱啊！这帮孙子全干这个，对吧？哎，没有一点的契约精神、骨气，没有任何的所有的这些能去公平公正的，没有，对，共产党的恶就在这儿。